扯，掉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啊，你我是故意的吗？啊，发就发不过啊，你们又不教我，小屁呀、啊，是不是我、啊？什么问题？小屁呀、啊，我认识这么久了，谁知道我的错啊？是你的错，都是双眼。啊，你们自己车都没有接好啊，奇怪，都怪我身上。那你就你的球，是我师傅我的错，师傅球就我的错。你们有对我什么不满，可以告诉我啊？为什么要把球砸在我身上？在我们体育课跑步时，要故意绊倒我呢？还有对我拳打脚踢，对我的谩骂，你以为这样子我就知道我自己错在哪里了吗？你们没有跟我说，我就不会做改变，因为我不知道那是我的问题，所以你们这样子霸凌我，你们就会觉得比较开心吗？是不是只要我蒸发在这世界上，你们就会比较开心，因为少了一个累赘呢？Hi.